月十一日，周深抵达湖南长沙，录制湖南电视台华人春晚。工作结束以后，下班回酒店，经纪人张明陪同。疫情期间，周深戴了 N95 口罩，身穿灰色羽绒服，生米们跟随周深的脚步，并进行了短暂的交流。由于现场录音设备出问题，导致录制的声音非常非常小，也不知道交流的内容是什么。周深今年会有几个春晚舞台呢？十一日，腾讯音乐榜发布2022年度榜单，歌手周深在过去的一年里又交出了一份诚挚而亮眼的成绩单，新歌收听人数再次突破一亿人，全勤在榜50首歌曲强势上榜。腾讯音乐榜年度歌手，腾讯音乐有你榜全年上榜414次，有你榜十大年度歌曲占领4席，腾讯音乐浪潮榜全年上榜歌曲最多歌手。